我们的太阳登鹳雀楼的唐诗草破书。我们的太阳独登鹳雀楼。这个封面也是可以打开的。白日依山尽，花落入海流。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其实它每一句的是一页。然后呢，它的里面的故事和操作的机关，其实不完全是依照这个唐诗的意思，它是去引申，以它为灵感的故事。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好，先停一下，暂停一下，我们来解释一下。白日依山尽，对，然后它点每个下面的这个也会发出声音。对，你要点。白日依山尽。好，那你点一下这边好不好？它是一个故事，狗以它的主角狗店长和杨小姐为主。狗店长和杨小姐开心的去外头郊游。好，还有英文版的。It is a lovely sunny day. Boss and Miss Young happily go. 对对，你特别不要吵。黄河入海流。The trees grow tall and strong in the warm sunshine. 金色的阳光照着小河，小河显得一闪一闪。The river glitters and gleams in the golden sunlight. 欲穷千里目。傍晚时分，天上的太阳怎么不见了？狗店长和杨小姐搭上缆车，想登上山顶，找找太阳在哪里。这个缆车是可以动的。更上一层楼。这个。原来太阳躲到山的后面，正悄悄地落下。再见，拜拜，狗店长与杨小姐。再见。我们的太阳，耳机耳朵，太阳拜拜。哎，你在转什么？有飞机会出来，对不对？嗯，有飞机会出来，你转转。好玩哈！拜拜飞机，拜拜飞机。